时候把身体的绷紧肌肉的神经的完全都放掉交给这个大脑那我现在分享一下比较快就是你的双手就是说它的都已经怎么样全部都僵掉了你有办法这样张到很大吗张很大吗没有张很大的时候呢你不是这样张了要怎么样不类似这样子的甚至这样张的时候呢你们看到我的肢体在张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像把气推开对就是说把你的能量呢扩张